我要听一下你们的声音。哎，后面的朋友，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。嗨，是的，我们知道每年呢10月20日是我们的国际这个 osteoporosis， 就是我们的骨骼，也是我们的骨质密度。哦，哎呦，我们的麦克风真的骨质疏松日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子的前一天呢，会响应这个活动呢，特别举办盛大的活动，来带大家一起来为自己的健康做把关。